来放点音乐。今天是光棍节。大家晚上好，我决定以后不要，我以后不要穿黑色好了。可是我的衣服都是黑色的。怎么办？我把我的平板拿掉就会变反，就会那个。大家今天好吗？对，我没有洗头。好。真的，你们愿意等我一下吗？我去找一件白色衣服来穿。Hello， 金耀。快去。好的。这件也比较好一点。今天实在是太冷了，各位。而且我后背出现史努，后面被出现的史努比，这是妈咪的棉被。我今天很不舒服，
我今天躺在床上，我快要果果闪亮，快要受不了。我今天就窝在床上动不了。很不舒服，现在也还有一点不舒服，肚子很痛。每个月这时候真的是痛苦，要吃了，还没有吃饭，晚餐吃妈妈煮的牛肉汤，不过还没有吃。拿来吃，我现在没有胃口，等想说等一下再吃。这样我以后就不能穿黑色的衣服了。可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这次不知道是我最近，可是我最近也没有说特别爱吃冰还是什么，那这次来是比前几次都还要痛，还是其实我每次都这样讲，有过不能忍痛。Hello， 大健，应该还有感冒吧？是这样子。今天是春谷，好冷哦。请允许我这样子保暖一下。Hello， 八嘎草莓酱。有没有这么冷？真的很冷。我可以给你温暖，好吧？而且这样还顺便遮脸。你拿棉被盖着也不会反对，对哈。被人念不行，为什么？我剪刀呢？有放地上哦，这是 Tiger 的指甲剪。我以为是姜茶，谢谢。绑马尾看起来就。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昨天跟你们分享过了，就是做指甲洗头好麻烦。Hello， 自由，嗨，空空。结果有去救你，还没有去吗？那个人说一个礼拜还可以回去，我最后一天再回去，这样可以撑比较久。我要去洗澡了，好的好的。Hello， 八方云爵，
做了指甲。对呀、不要咬了！我跟你们说，我昨天打电动，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昨天睡前就打了一盘电动，结果……你没有看到这边缺一个角吗？这边小小的缺了一个角。被我搞看到看到了哦，真是的，用生命敲键盘的哥哥，我没有。才一天，才昨天才跟你们分享我漂亮的指甲，今天就坏掉去。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爸爸今天呢传了讯息给我说，今天晚上可以来我这边吃龙虾跟螃蟹哦。但我不能吃，我好难过，我太难了，上礼拜也没有吃到。因为对，好啊，现在我哪有跟你们炫耀，我也不能吃呀。对呀，我超想吃螃蟹的。Hello， 啾啾，跟我们一样没得吃。我超想吃螃蟹的，虽然龙虾没有很想要吃。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对龙虾很有兴趣。而且上礼拜他们在吃，爸爸在吃龙虾的时候，我就传讯，他那时候在顺便下次去鲁国吧。指甲有，你看啾啾，你看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打了场电动，结果这边缺了一个角，你有看到吗？啊！我去掉给你吃，可以？好，笑死！打电动打到缺角，到底是怎么敲的？不拉就是。还是我不小心撞到。Con un respiro.
所以我公司助理就是很厉害，他指甲是做长一点的那种。哎，我今天打，今天不用上班吗？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可以帮我去请教他到底是怎么洗头、怎么做事的吗？我感觉我变笨蛋，还是其实本来就是。上班也可以偷懒啊，所以现在是在偷懒的意思吗？不要怀疑，本来就是啊，不是吧？我每次问他都说没啊，正常不会碰到。可是感觉洗不干净，头就洗不干净的感觉。因为我平常就是没有。阿弥陀佛，昆虫。阿弥陀佛，昆虫。阿弥陀佛，昆虫，请问你可以带我去买后背吗？我没有后背。真的吗？可是我平常洗头，厚棉被，厚棉被，厚棉被啦。可是我本来没有指甲呀，网络自己找，好吧。细胶洗头刷，那是什么？阿弥陀昆虫，我也想要吃螃蟹了。好痛啊，那个一直割到我。问问长辈就会代替指甲的工具了。真的假的？真的有这种东西？过来吃啊，我不能吃啊。三四十年了，哇哦，这么久。可以啦，螃蟹随时都可以吃。欸、really， 不要这么哀怨。哦，而且真的腰好酸哦。今天收到合照会的，太棒了！什么是啥歪头啥？歪头纱，我刚刚看成纱头歪。
我还一张都没收，怎么会？还没收到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插头歪。我们来贴。怎么就不见？想吃螃蟹是不是要先适应指甲？没关系，我有奥利弗昆虫，就不用害怕。我任性。像如果你合照比我高，那天就不会不会。怎么就不见了呢？我要偷偷垫脚，那我偷偷蹲下来。真的。增高垫不用这么累，再长四公分，跟我一样高。我心愿，你在干嘛？正值大学生，不想输高中生，都大叔了。就是呢，其实没有这么严重，我只是不小心长太高了。与你同心，这真的。晚上好，点了还说，不会啦，就没有关系。饿了就去拿吃的，我不想出去吃，不想在房间吃。等等回来陪你，好的。
小零食。这一点点而已啦，我不吃了。晚餐等等吃，怎么办？有点饿了。多吃点啊，干嘛不吃？带你们去吃晚餐好了，怎么也？可是有点懒，还是我们等等，好吧，走。别乱看，好香，妈咪。怎么可能？我也想吃晚餐了。你还没煮好呀？好，我想要吃啥？你为什么好吃辣？叫他姐姐，姐姐先站起来，再姐姐站起来。不会的。你去拿好，拿去那边做这里的姜茶。猫猫好自由。跟我妈玩。喽，嗨。好香。你们哦，安总，你们看我妈咪给我的姜茶。我啊！My God。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mommy. I'm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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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Oh man, what happened? You just found it? Yep. Yes, I found it.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不辣耶，不辣对不对？为什么？老被骗，不是老姜。哦，不是老姜就不会辣。我是说要老姜，是不是不辣？不辣是不是？有姜的味道。没有姜的味道。没有。直接拿去菜就好了。最好是人腿啦。去菜场说你骗我要老姜。为什么不是老姜不会辣？姜还是老的辣的。姜还是老的辣。Yeah, right. 哦，原来是这句话呀。Yes. 原来哦。呆果，国妈得分。皮贴回去试试看腿。明天回去。我先先把它给你。对啊，奇怪的方法，这还是老的辣而已。原来一种巧克力，各位可以吃希特的巧克力吗？饿了。哎呀，有恶臭味。听到你问，我就想到这句。姜还是老的辣。妈呀，过来！
你这中英混杂。杂交丸不会吃啦，提哥过来，提哥，这是我养的鱼，我有两缸鱼，一缸是放一只鱼而已，一只鱼加垃圾鱼。哎，我有跟你们分享过新的鱼。一个过来，过来，我等等给你们看。一个，你们去看，姐姐昨天的伤还好了，怎么切换镜头啊？没有切换，这是不知道是什么鱼，还有那个鱼，还有溪里面抓来的鱼跟孔雀鱼。有吧，我记得有跟你们看过啊，我没有跟你们分享过吗？ Hello， 嗨， Hello， 然后这是我的小桃，你们应该就知道了，我的小桃在这。嗨，小桃。嗨，小桃。他刚刚我喂过他吃饭，应该是大肚。什么是大肚？我的鱼大肚子。No, not pregnant.先洗个澡等等。好，这是大肚鱼，你说那个蓝色的那个吗？不是啦，是这个溪里抓的孔雀鱼。有一只，有一些是孔雀鱼。嗯，有啊，有孔雀鱼，没有吗？那不是孔雀鱼吗？那不是孔雀鱼哦。啊，对耶，小时候有那个 Mickey 鱼，你们知道吗？它的尾巴有 Mickey 的形状。可以啊。拍到我乱乱的地方，他们在打架。Hello， 噔噔噔，没关系啦，习惯。
要再见了，我在跟你打招呼，我说 hello。你们就看得到我的痘痘了。嗯，嗨，大家好，今天是没有额头的果果。我合照 CD 的声写开到你，哦，真的吗？你会不会偷偷拿去换掉？偷偷拿去换掉，我不要果果，不可以偷偷拿去换掉，要说好哟。痘痘不错啊，可爱。每次那个亲戚来都会长痘痘，而且昨天明明还没有的，真的是哭哎、欸。永久保住，开到一家的。不要换掉。有什么可以遮我的痘痘？太明显，太明显了。怎么了？为什么这边这么明显呢？还是我现在可以换黑色的衣服，这样我的脸就会反光，就看不到了。一张一百卖。我要啦，大姐。刚刚他在动哎、欸，好好笑。突然好想要吃洋芋片，就地起价哎！我突然一点点想吃，那是当然啊。皮哥过来，皮哥，皮哥过来，过来。为什么怀孕？你肚里的宝宝的，哈喽勇哥，为什么你有馒头呀，妈妈？为什么你有馒头？让我去倒个，你刚刚不是去倒了吗？我还有十张开到重复的果果再给你，希望你十张都开到果果。你在干嘛？不要，刚刚去吃晚餐，没事没事。我刚刚在整你哦，慢慢来，慢慢来。
谁要同样的一直开？好了，我开玩笑。希望你十张可以都拿到你喜欢的推推，十张都是果果。不一样的姿势，我看真的吗？可是好像没有有不一样的姿势嘛，我也不知道。没办法说，没事没事，太可怕了。如果真的十张都开到，你会怎么样？那就是很有缘分，有四张到了，但是都没中，我都快晕了。没事没事，会中的会中，剩下的都只抽到我。讨厌我的双眼皮贴。第一个。我十张都开到你就去你。今天上班好忙，没时间留言。没事，黑流星辛苦了。还要打着你看我忙不忙？你们慢慢没关系嘛，你们就你倒完垃圾再打字也可以啊。还有十张躺在营运的仓库，快来！那德全也会十张都抽到我。Tiger 过来 ，Tiger， 我有关系，开玩笑的，不要飞我，十张都抽到也不简单，十张能中果果就抽小，我天台。现在去营运的仓库偷偷全部换成我自己自拍放在里面，我的宝宝，我的宝宝在动，你到时候不要被修理就爆笑。我跟你们说，我自拍是崩照嘛，都有，都拍，然后我就被营运赶出去。我前几天在看那个网络上《幻影战士》，我在看那个网络上的那个。蜂巢蜜是吗？蜂巢蜜是这样子叫的吗？然后我就好想吃啊！大家十张都抽到我去，我明天去公司把我的升学到上走。你们看我们家的喵喵又在干啥子 ？Tiger， 你又在干啥？又不按头贴，一看就知道是你。七哥，啊，当当当，巴巴的巴巴巴，过来，过来。过来，居高临下，踢个过来，踢个过来，动物资源，踢个应该很强。喂喂喂 ，Don't come here， 妈妈。OK。
应该每只猫咪都是这样吧，都会不对七个。丛林里当狮子王的时候，可爱的题 ，Thank you 吗？是番茄的耶。对呀、啊。I love it。你们看，你们看，查查。不行嘞。你把那些盐放回去哦。我忘记放盐，我忘记到烧起来了。屁嘞 ！For real？For real？ 那你要多加点。You kidding 啊？你要多加点从地上捡起来的盐，从厨房地上烧起来。你真的从厨房地上烧起来？什么？你看，我刚刚在学我们施雅队长讲话。Hello, Simon。对，你看，不要吃野菜养生，我看到。加一点点而已。掌声给 Vivian。一直说要改口，真的吗？那他改口了吗？运动会有准备好？有。你们看。怎么感觉他要跳掉了？你在干嘛听？嗯。为什么今天的汤没有很多味道？味道有点淡。啊？哦、oh ，还是我鼻塞啊？他从这边上去的。他现在的眼睛在看 Tik， 在看 Bruno。喂。我吃到肥肉了，我不喜欢吃到肥肉，我觉得嘴巴里面油油的。就是那个油的部分，反正就那么瘦，跟我一样，对不对？就是很好吃。你看，这是什么 ？Soup。那 soup。嗯哼。喂，等一下，谢谢。但是吃起来，嘴巴里面就感觉一坨油油的，不喜欢那个感觉。而且整个嘴巴里面都会油油的感觉，油油是很健康的，油油是很健康的。
你好，来自新加坡的小星星。它看起来快掉下来了。那不会。看过我吃东西，感觉很好。因为很好吃。和牛，别人买点东西很好吃，别人买点东西永远都最好吃。最喜欢什么你？我最喜欢妈妈煮的牛肉汤。因为你他们喜欢妈妈。好。你们最喜欢吃家里的什么菜？那不能碗里的好吃吗？好吃。不能吃的很健康。妈妈很开心。谢谢。其实我有时候在这个桌子吃饭有点不方便，很矮。嗯，因为桌子有点矮。你太高。现在都我在煮，好像对啊，大家都是，大家现在都自己煮吧。只有我还在吃妈妈煮的。自己煮。有点有家里的味道，一道菜。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那你最喜欢吃什么？宝宝不会做饭。喜欢。Let me think。你最喜欢吃外公的？外公好会煮，什么菜都好吃。那你最喜欢吃什么？比较喜欢卤肉饭。是家里的卤肉饭吗？外公的竹笋炒肉丝，藤条，啊，你怎么知道是藤条哟？我还喜欢吃妈妈的，想不到。妈妈煮的汤都很好喝。我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我小时候超皮，爸爸都会拿皮在打我，追着我打的那种。然后有一次呢，他就打我，我就赶快跑到房间。然后呢，那时候你记得吗？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拿妈妈的抱枕放在那个放在被子里面。然后我自己躲到床底下，然后呢，躲在床底下就听到爸爸在讲那个皮带就这样打到那个抱枕，我就吓死。可是那时候我一直笑，因为爸爸找不到我。我吃皮蛋瘦肉粥，我吃过太呛了。什么是太什么？猪蒜炒肉。我吃过很辣。什么？猪蒜炒肉丝？真的有这道菜哦？你们是在讲是有这道菜，因为我小时候很皮，昆虫脾气，以前脾气很坏，这昆虫还在吗？在，昆虫不在，那可以继续讲。
他有一次还把就不要讲了，用皮一带，对呀、啊，他就会拿那个声音响，啪啪，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扯，那个皮带这样不都很大声吗？啪！我小时候超常被昆虫打。追着屋子跑的那种，但昆虫很疼我。他会叫我郭馨予吗？啊，对对对，他说过去滚，超凶的。提哥，你叫啊？你我会哭吗？我不会，我会哭吗？我会哭啊，为我不会哭。我很爱哭。我小时候很爱哭，我到现在也很爱哭。怎么了 T？ 下来了，对呀、啊，他去饮水机上面。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把昆虫的单眼摔坏，对对对。还把奶奶的花瓶摔坏。对，啊对。长太壮，竹子打到。哇！我是。真的假的？好可怕！伸手不打笑脸人，那是无赖。怎么很好笑？有人要打我，这样会被揍死吧？男生可能就抓起来，那我可能是小男生。小学五年级，可是被竹子打好可怕，而且小时候我们的。那个亲戚送我们礼物啊，那时候我刚要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我的姑姑就送我的姐姐一个那个 Melody 的包后背包，然后呢，他送我一个蓝色小火车的包包，你记得？然后我还很开心，我还很开心哎，笑脸会一巴掌扇过去。可是感觉儿子很常跟家人打架的感觉，跟爸爸打架。被处罚你还敢笑？有啊，现在爸爸骂我我会笑，但每次看他很生气，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爸爸就会不生气，他说：“你笑什么啦？”哭什么笑了？说你还笑，真难。人生好难。然后呢，还有小时候，小时候大家都喜欢玩那个 Barbie 娃娃，不是吗？我跟姐姐最喜欢玩的是战斗陀螺，爸爸买给我们的，爸爸根本就是把我们当儿子在养。原来，对啊，还有一整套，还有那个盘子，还可以，然后还有那个神奇宝贝那个豆片，跟游戏王的卡。我其实是男孩子吧，难怪我长这么高。谢谢小师兄的告白气球。那你跟你姐姐玩那个？对啊，那是战斗陀螺呀。对，那盘子。爸爸都很喜欢买一堆那个男生的玩具给我们玩，但我们还是有那个。
啊，对，你知道他买了一个超级巨大的 ET 吗？你跟思源一直在逼我改喜欢男孩子耶 PK PK， 好久没玩了。而且我看电影喜欢看那个动作片跟科幻片，就是不是女生通常比较多喜欢看那个，像我妈咪就很喜欢看那个浪漫喜爱情喜剧，或者只是小芳芳她每次都会请我，就是说想要看爱情喜剧。说到这个超过分的，我现在会陪小芳芳看爱情喜，就是那种浪漫片，然后呢她就说不要，跟你看都没 feel， 很坏耶、欸、我都陪她看，她还说跟我看没 feel。我小时候就玩，我也喜欢啦，我还有我也喜欢那个 Barbie 娃娃，那个丽卡，日本的。我也喜欢动作，对啊，因为你不会跟着哭，对。因为那天我就找了特别挑的一部小芳芳一定会喜欢的片，我就说我们来看这一部，然后他说不要，我不想看。我说屁啦，这部明明就是你喜欢看。他说不要，因为我跟你看，我不想跟你一起看，超坏蛋的。玩具最好看那部叫什么？有啊，我跟大家分享过《星际》，哎，《星际过客》吗？你去看《鬼迷》，我没有看。是星际沃克吗？对啊，是星际沃克。三个人呢，只有两个人吧。哎，有他那个船长，那个 bartender， 啊、哦，那个 bartender， 咖啡喝太多，什么意思？心悸啊！啊、哦，好笑吗？好，好笑吗？我那一部片是。好笑，我那部片看到哭哎，还有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什么 Stand by me， 可是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会看《星际效应》看到哭，国妈的笑点不错，低哦，嗯，我们全家人笑点都。你看妈妈多捧场，雨林妈妈也捧场，看来我们改推妈妈好了。为什么我没有肉肉？提波诺有，他好胖，他的背影好胖，他的背影，他的背影超好胖，不是，是他的背影很胖。小胖子，妈妈推起来。小胖子，宝宝，宝宝呀，宝宝，宝宝，波波，波波过来。嗯，你给 T T 吗？你叫谁小胖子？那是我的绰号，那是我家狗狗的绰号，也不是啦，小胖子，宝宝，宝宝要不要吃？
们我要拍吗？我要拍你，我在拍你，你看到吗？很烫，哎呦！不要把我的冰水壶撞坏。哦，好吃吗，宝贝？宝贝，好吃吗？好吃吗？好了，真的还没好。再等一下，姐姐说你胖胖，两条腿都肿了。我还以为我字简介有写嘞，写什么？写什么？你说我胖的能去你床上念？不，我叫胖子，在路上叫哎胖子，大概会有一堆人回头的意思嘛 ，Tiger，我们去找他们。很胖，叫你们吃，你等等好吗？很胖。你等等，胖，胖胖。好，慢慢吃。不要弄他。啊，好痛。你看这边都是被它咬坏掉的，对吧，小坏蛋？我要睡啊！不小心拍到你的背影了。肉球好轻吗？我要去你的房间，因为我想要躺在你的床上。怎么呢？你没有插插头哟。他们看不到呀。你们看着我帮妈妈装的灯。哎，你在干嘛呢？不好意思，大家不好意思。往后推一点，这样我就可以靠着墙壁了。不是墙壁。我没有乱拍呀。你的房间又没什么好曝光。我不会跑。哦。Titi。谢行李箱，对啊，妈妈随时都准备要逃跑。你这是偷偷准备好行李要逃跑了呀？你们看 Tik， 你看。Tik。
小心拍到鬼。我都准备好一箱在门口，不错看的行李箱。太多了啦，是真的准备一箱在门口吗？这不需要职业啊，职业流浪人。我是说行李箱了。哎，网络不稳。哦哦哦，我还在吗？我回来了吗？大家，我们今天9:30关好不好？我们今天9:30关好不好？我的肚子不舒服。当然，布布又怎的？布布又毛病多。我的牙齿算是整齐的吗？可是不是说要笑起来就是这样子才是整齐的，就是。丢了藕包，要好好为星期六做准备。没错没错，我有，我想要，我以小时候超想要有虎牙的，但是我希望的牙齿尖尖的，雨天的来的牙齿很整。我的给你，你小时候去牙，你不要吵啦。而且牙齿蛮白的，真的吗？我觉得我牙齿，因为我会贴那个，我最近还想要去美白牙齿。我最近也去那个，就是最近蛮红，就是最近蛮有名的那个，这些叫，因为我小时候我的虎牙我缺了大概快3年，对吧，妈妈 ？Yes, Tiger。满嘴黄呀，长大了也好拍。嗯，差不多。什么？缺了3年，我昨天缺了牙，我以前笑的，然后缺一颗。继续敲指甲，真的不敲了，不敲了。我刚刚本来想带你们去贴那个，现在可以贴吗？我漱一漱口，是不是就可以贴了？还是我要再刷一次牙？妈妈，我想要贴我那个牙齿。然后再去刷一次牙嘛，还是我漱个口就可以。直播对呀，贴给大家看。对呀。很吓人嘛？好吧，好吧。
那我不贴了。皮格尔过来。会不会看到一堆蛀牙？这样好，要准备休息了。你对呀、啊，可是后面不知道为什么，那是蛀牙吗？那是蛀牙。很爱看牙医的狗狗，嘿，你的舌头好小心，我不会转一圈。你就这，那应该是以前补牙的。哎，对耶，喝喝这个。所以那不是蛀牙嘛？因为我以前有去补牙过，看果果会不会九点半过。我会，今天肚子痛痛，虽然很抱歉，我现在有点丑，可是我觉得趴着肚子很舒服。小猫那提个过来，你在干嘛？你干嘛蹭我的手机？很抱歉，我现在肚脐痛痛，肚脐也痛痛，又挖肚脐，肚脐有点痛痛，巴肚疼啦，会疼会疼 ，stomach， 肚子痛，会痛，我们还没有念排名，有啊，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那个睁眼睛的那个吗？日本的那个，然后呢，他出了一个热热的贴纸贴，就是也是像那种，就是 how to describe， 就是很像贴的暖暖包，然后我每次只要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就会贴那个在肚子。经常要四五人，什么意思？感觉我们很坏，那就念一念，快关了。好啦，真眼睛好痛。啊啊！你们都欺负我，人家贴眼睛，不是，就是他有出一个针，不是啊。喜欢穿露肚脐，感觉我们很派。你笑什么？有那个睁眼睛的呢牌子呢，有出一个很像，我不会解释啦。Hello eyes， 就是有一个贴可以贴，可能你的腰会酸呐、啊，然后就可以贴在腰，或者是我的肚子不舒服就可以贴肚子。你干嘛把你的手掐？为什么今天贴很近吗？嗯，可以治睁眼，我懂。不会解释还生气，这样脸大。果果，你不要想不开，睁眼睛，狰狞的眼睛。一分钟，我好累啊！我就死命弄完，睁眼睛，你很看，睁眼睛，对，这是睁眼睛。哎，我笑到流眼泪，我要念排名，不理你们。高温蒸汽可以杀菌，我慢慢睁眼睛就好，你慢慢睁。
道什么？你不要笑了，睁眼睛，睁眼睛啊！不要欺负我，我要念排名。啊，我的黑流星，你的大头贴真是好看呀！今天的第十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第九名是樱桃猫，第八名是 Vivian， 第七名是 WCI， 第六名是朱里恩，第五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四名是啾啾，第三名是饭团，第二名是黑流星，第一名是小生。我觉得是用水波炉蒸眼睛，睡觉记得要把针拔掉，蒸就眼睛，蒸完眼睛就不理我们，然后坏哟。闷烧锅还是气炸锅就不是真的呀，气炸锅是炸耶，除非说你要炸眼睛啦。你们看我们的猫猫又在干了，干小猫的啊！猫猫你在干嘛？微波炉是微波。炸眼睛好吃吗？我买一个。这是国妈的书，国妈喜欢看书，但里面她可能全部读完的就只有一本而已。国妈跟我说，她每次看书看不下去，都会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看结局。这是国妈跟我说的哦。欢迎啊！爆料国妈没有错。他有一本书放在他的床缝缝中间，大概快要两年了。然后这边是姐姐的书，虽然很乱，但是呢，姐姐都有看完哟。姐姐是我们家里最爱看书的人。我被人说看到最后问答问西密码阿密码是什么意思？造反！我等等需要睁眼睛。小公主 Vivian 你好，你怎么跟国妈撞名？跟果果的房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果果没看书，对。我会看，我都会偷姐姐的书。我再拖三分钟，赶上看果果啊！我要关了，我等等就要关了。Hello Stephen， 一家都是乱世佳人，偷姐姐的书，姐姐是被妈妈盖不得。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这一家台了。Hello， 你好吗？真心感谢，珍重再见，期待再相逢。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找不到一句，找不到一句会让你心动的话语，让你接受我。接受我，接受我，从今以后。干嘛？你过来。国妈要躺床。刚刚有回音 ，too loud 的妈妈 ，you too loud。No， I mean 你的手机。
Your phone too loud, too loud. 今天怎么到喝酒？因为今天18岁了。开玩笑的啦，乱讲话。泰国音呀，妈妈 too loud。牛肉面酒浪澎湃。拜托等强调官方。Just wait for 1 minute. 1 minute 啦。Please. No. 好吧。20 seconds. Just wait for 20 seconds. 今天是泰式阿锅。萨瓦迪卡，国公卡。勇哥和田中翻译。很会。这时候要考。I wanna drink watermelon juice. Watermelon. Do you know what is watermelon? Answer my questions. Question.我看到一排乌鸦。Watermelon, do you know what is watermelon, 妈妈？在喊了，现在不是。我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喝。Watermelon, lemonade. 好了，我要关播了，大家，我要关播了哟。我们迟到了。7分钟，休息吧。好的，水瓜，watermelon。大家晚安，樱桃猫晚安，欢迎真是晚安，店长晚安，空空晚安，玉晚安，欢迎真是晚安，猪猪晚安 ，Vivian 晚安，空空晚安，小诗晚安，德全晚安，饭团晚安。新鲜柠檬晚安。艾瑞克晚安。Stephen 晚安 ，Simon 晚安，樱桃猫晚安，朱里恩晚安，夜风明月晚安。黑流星晚安。干嘛给我？子佳，嗨，子佳很好，准备生小孩去。Jack 晚安，大家晚安，运动会见，然后对运动会见，期待见到你们。晚安，只跟我说大姐晚安，就觉得晚安，我去梦游摘星星。好的。晚安，拜拜。3, 2, 1, peace out.